我愿意为你守护这片土地，不愧于前辈。无碍，此花蕴含着我的灵力，这也是子秋的决心。 子秋曾担心，终有一天会被敖虚完全控制，所以我将部分灵力注入子秋体内，助他在紧要关头可以保有一丝意识。你们找到子秋，基础子化，两股灵力交汇，他便能借助我的力量与敖虚抗衡。至于能否摆脱束缚，就要看他的意志力了。 小秋，那孩子竟有如此决心。另外，该还给你了，多谢。 就托付给奥月，如若神庭阵真的开启，天魔众不会坐视不理。师姐，我们先去仙侠派和晴梅阿游会合。 办完了就快走。阿游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晴妹呢？小晴她知道了四年前的毒瘴动荡和她哥哥有关，我怕她想不通，处理完手头上的事情就赶紧来了。可她就是不肯见我。四年前，是莫大哥的事。 他很自责，此事与白姑娘无关。对啊，那时候他人都在仙侠派了，不关他的事。他和他哥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晴妹天性纯良，重情重义，还是再给他一些时间吧。嗯。哎，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奎宇都说了什么？我们已经得知救出小秋的方法。 现在需要弄清楚如何破阵，走吧，我们去找真人商量个办法。来了，奎宇把春姿剑还给兄兄弟了，太够意思了，这下我们更有胜算了。吃好了才能斩妖除魔嘛！ 师弟吃的不多，也不辛辣，舌头有些麻，但感觉不坏。只是之前被桑游吓到，不敢多吃。五味调和百味香。真人。 月姑娘来的刚好，我正要遣墨晴去寻你们。这神庭镇的破解之法，我已有成算。
不过还需月姑娘帮忙。任凭真人差遣。神庭镇灵力强大，若不先行削弱，极难破阵。我听闻明术门与天师门曾在祖师爷那代通力合作，降服过上古神兽虎煞，其中便用了削弱之法。确有此事，先祖与天师门张祖师合作，便是将明术法阵与天师法器结合，压制虎煞。阵法图纸一直在后殿收藏，法器想来天师门也愿意帮忙。此外，我需要一样名为离灰枝的灵物相助。传言此物只生长于九泉之一的岩波。好，我们去请教岩波卫术离火金吾大人。嗯，此三者准备完成之后，我施术之时还需月姑娘配合我用武灵之法。武灵之法？此阵模拟九泉流通，而九泉灵脉之中都是最纯正的灵力，需要月姑娘携玉灵相助。神庭镇随时可能发动，我已派魏萧前往卢龙府打探，时间紧迫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出发。莫青，你也随月姑娘他们一起吧。是，师父。竟然要这么麻烦。敖旭乃神界刑狱长老，春姿拳手，在阵法一道上颇有造诣，我的法术也多是由他传授。哼，他不干好事，造诣再高有什么用？我还是独掌拳手呢，改天我也教你点法术。不必。孙女，你回来了。嗯，爷爷，余霞真人需要当年祖师爷对付虎煞的阵法配合，阵法图纸现在何处？哦，那个呀，一直就在后殿呢，和掌门手记放在一起。好。哎，还回来吃饭吗？说不准，您别等我了，时间紧迫，我先将图纸给真人送去。嗯，别累着自己啊。自祖师爷逝世，两派便再无交集，现在借此契机再度携手守护人界，我想他们泉下有知，也一定会欣慰的。未免虎煞之害在临，吾将此阵法留于后人。嗯，就是这个。怎么会这样？执明长老，我此番前来有事相求。月姑娘助我天师门甚多，若有帮得上的地方，必事态紧急，我也不多寒暄。为破神庭阵法，需借张祖师的法器一用。此事我派负有责任，自当竭尽所能，以补前掌门之过。我这就去来，请月姑娘稍等片刻。此法器自祖师仙逝后便由历代掌门供奉，护佑天师门。多谢执明长老，待此事了结，必定原物奉还。月姑娘客气，若还有需要天师门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
知灵物离灰之现存何处？离灰之，此物正是在岩波之中，由鱼看管。您可否赐予我们一些？为破敖虚所制神庭阵法，我们需要离灰之相助。既如此，鱼需相助。离灰之就在神像之上，汝可自取。多谢魏叔大人。为了削弱神庭阵，需要明术门和天师门的宝物，我倒是能理解。但干嘛还要大老远来岩波啊？会不会是因为神庭阵的根本在于吸取岩波灵力，所以破阵要用到与之相关的灵物？小琴说的有道理，一定是这样。啊？我只是随便猜的。都拿到了，去仙侠派给真人汇报吧。对了，师姐，在天魔国时，你似乎领悟到了什么？和魁宇交谈时。对。嗯，他的话解开了我最后一个谜团。是什么？敖虚派你铲除魁宇的目的。啊，是什么？当魁宇毫不犹豫地说天魔不会坐视不理时，我想敖虚应该也会猜到他的决定，利用阵法汲取九泉灵力，迫使魔界攻打神界，这样战争才会打起来。但如果魔界进攻神界时却被天魔众堵住了路呢？只要天魔众支撑之阵法失效，那敖虚的计划也就失败了。明白了，除掉魁宇会令计划更为顺利地进行。对，不过魁宇修为在你之上，敖虚就不怕你出事。其实春姿照谈二拳，天地皆设剑手，以辅佐之名制衡拳手。若是没了我，敖虚就能完全掌控春姿拳。原来如此。无论你成功还是失败，都对敖虚有利。经过这么多努力，我们总算动摇了他的计划。但不管有多少不稳定因素，他也绝对不会停手。他会尽全力让阵法成功，好让魔族突破天魔众，攻到神界。而我们此刻也只能拼命，希望能阻止神庭阵，阻止他的阴谋。事在人为，师姐，我们一定可以成功。嗯，你说的对。今天说些什么好呢？五味条和百味香，别多打听师父的旧事。巴蜀特产，多多尝尝。我来门派后吃的第一道菜就是师父亲自做的白砍鸡，好怀念啊。真人竟还有这样的本领。嗯，师父最厉害了。五味条和百味香。